S 就是那个环球影城。那我现在要下去吃点东西，然后我们就打车过去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到圣淘沙啦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去环球影城，那票已经就是上网买好了。我们现在要进城堡了。要进城堡喽。我们排什么？马达加斯加。爸爸爸爸遮住了。我们坐下来了。来玩穿靴子的猫，这个我每次都很喜欢玩。我们在店小二，那我喝不到。普洱茶好喝，爸爸喝啤酒。三姑十叔，这个当归鸭超好吃的，还有这个是什么鱼羹呢？这个我不懂叫什么。每一个羹。我不懂中文怎么说。快点虾。我们现在到家了，对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买了什么。那今天我先分享大家我在环球影城买的东西吧。那有一个是妹妹的，那妹妹给大家讲你买了什么。是这个。好，妹妹买了什么，说过来听听。她买了什么？我买了那个小水壶。小水壶，因为我们没买很多东西，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很喜欢，所以就在那边只买了一点点小水壶。这个就可以打开，对，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。哼，饼姜饼人的，对，很可爱。那我自己是买了一个饼干，因为我也经常去那个没什么好买的，所以就买了一个饼干，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小黄人的，之前好像没看到过这个巧克力，对，是粘的可以吃的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两个吃的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去了这个 Dot 买了一些东西。第一个是包包，这是我妈妈买的，因为她看到这个 Anello 的包包，她喜欢这种轻的，就是这种去旅行她很喜欢背这种包包。然后她之前用的是那个 Marc Jacobs 的，这个的话是这种材质不一样，是那种很轻很轻的那一种的棉的。对，然后放在那边，放在里面。
然后妹妹买了一个这个，来介绍给大家，因为我穿的是 Havana's 的鞋，所以她看到她也很喜欢，所以她买了一个这个。对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是这种阴谋机的，看到吗？超可爱的拖鞋。对，他们家凉拖真的很好用，特别在新加坡就大家都穿拖鞋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两双他们家的拖鞋。对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去大创买了什么吧。来，首先安西一个个递给我吧。对，两个零食，这个很好吃，推荐给大家。还有水杯，买了一些水杯。然后他买了一个画本，这个画本就很漂亮，里面有那种美人鱼什么的，就大家如果想要画这种手作就可以买，加上这个铅笔盒。对，就这样买一个。然后是我最爱吃的，跟大家分享过，真的去大创必买这个番薯，超好吃。然后是这个，这个是怎么讲来着，擦手巾，超可爱，有个粉色的，他们家越出越可爱了。还有这个是我老公买的，跟大家分享过，这个收纳就是我妈妈买的，她觉得真的很好用，就是家里有好多个，这种质量跟木吉就是无印良品买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就推荐大家在大创买这个。买了好几个，还有一个就是巴黎的，这个我也有，可以放那个遥控器，对，压压的。还有推荐这个，这个是万能擦，就是什么都可以擦很干净，就是家里那种很泛黄或者是那种生锈的东西都可以擦干净，就很推荐大家买。还买了一个自行车的铃，但是他上次把自己家的自行车摔了，所以他买了一个这个。哦，这个是妹妹选的，她想要做这种手作，就是这种这个我们来着，笔盒放笔的。对，还有一个擦这个墙壁，就是有 wallpaper， 就是墙纸的和那个地板的那种黑黑，它都可以擦掉，挺好的。水果的，这个是水果的，这是妈妈买给妹妹的，因为她有时候会吃那种水果，放在这种盒子里是最好的。这个是爸爸买的，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男人用的，反正那个我老公看到他也想买。对，这个就是男生用的，男生用的。还有吗？没了，这个在空吗？让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还有没有吗？这买了吗？这是没了。没了，这边都是我们买的。好，那这些就是我今天买的东西，然后我们第二天的 vlog 就到这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